输家。好，我们刚刚看到的就是台南举办的造势大会现场，更多新闻内容会随时的为您掌握。另外就是选战倒数九天了，总统府秘书长选举呢，在二号一大早的就陪同着同党立委苏小慧，还有吴秉睿以及郑运鹏呢，站在回龙入口呢卖力的拉票。三位立委强打新北桃园共同生活圈，力拼连任国会过半。选战进入最后阶段，二号一早，总统府秘书长陈菊陪着同党立委苏巧慧、吴秉睿和郑运鹏，站在新庄回龙路口全力拜票。我们真的是很诚恳，拜托我们各地的乡亲，这是台湾非常重要关键的时刻，请大家继续支持蔡英文总统，支持民主进步党十四号。也支持我们非常优质的立委，让我们的改革能够继续向前行。陈菊现身力挺，替党内立委朱立基抢新征。陈菊表示，已经请假启动全台辅选行程，要在关键时刻让民进党顺利过半。一号苏巧慧，二号郑运鹏，三号吴秉睿，加上十四号民主进步党，在国会过半，为台湾来努力。苏巧慧、郑运鹏。一起拜托大家，北新北生活圈、桃园生活圈共同努力。微笑挥手向路过民众恳托，重现四年前三位立委同框的画面。拜票的位置特别选在三人的选区交界，营造党内团结、一同为选民服务的决心。三回龙还有树林山多的交界地，而且这个地方将来是我们新北市面对桃园的一个交通重镇哈。从这里将来还会延伸桃园中线的这个捷运到桃园市。然后从这个树林山多会有万大树林线的第二期来这个地方，也是接到回龙站，所以将来回龙站会有三条捷运在这一个地方共构，在这个地方交汇力拼连任国会过半，冲立委票的同时也催政党票。选举倒数计时，候选人卖力冲刺。小位小位小位，斗帅斗帅斗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追随着